哇塞，刚刚有喷嚏。我是刚换列车的呢，111年1月，还蛮可惜哦。1月8号，10分的，3点23分。首发车是 CK124哦，蒸汽火车加视觉第二次元套个车，加 DHL103，6767B次哦，他也正在等待。要回送，他正在等他回送那个气度区站。阿罗下面干嘛？咱们坐就我们的激光片。那这次就那，拜拜。